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做一期老炮败家。由于我是一个快装爱好者，无论是相机还是稳定器都安装了快装。那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呢，我就曾经反复安利过这个幽蓝子的，你看了啊 ，F38 快装系统，那是我用过的快装里边使用体验和性价比最好的。而这一次呢，收到了幽蓝子新出的小隼 F22 快装兔笼的生态产品，他们让我这个快装爱好者体验一下。我想说，真的，幽蓝子算是把快装这件事儿做到家了。那先看看兔笼的本体吧。目前现货支持的有佳能的 R5、R6、索尼的 A1 和 A7 系列，尼康的 Z 系列。那详情呢，我会放在边上的屏幕上，供大家进行参考。那现货的兔笼呢，大部分都是通用的。那由于我手里只剩下 S3 了，所以就无法给出其他机型的客观的评价。那我只能说 S3 的贴合体验其实是一般的，实话实说就真就一般。兔笼的本体重量是211克，对比一下我手里另外一个品牌的兔笼222克，在重量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在兔笼的各个位置呢，用小字标上了 F38 和 F22 等字样，这就是对应到的两个快装系统。那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是一脸懵逼的，但是别着急，看完这个视频我保准您会用。先说一下和 F38 系统的结合吧。之前的节目里边我就介绍过 F38 的生态，稳定器上的快装板、背包的挂件。那我手里的这个兔笼呢，因为底部已经集成了 F38 的快装板，可以和以上的设备无缝的衔接。那如果说只有兔笼还不能称之为生态，我们来看看 F22 新出的全套的生态配件的装备。侧手柄可以通过快装很便捷的滑动到两侧的卡扣上，同时也可以通过拆卸手柄上的螺丝对调连接杆实现右侧的握持。考虑到竖拍视频的需求，侧手柄还能装在头部和底部，横竖两种模式可以随时快速的切换。那在手柄的顶部还分别设计了两个快装接口，一个对应弓头，一个对应母头。弓头位于手柄的前方位置，可以配合 F22 的冷靴转换头实现两侧的滑入。那这个转换头呢，还能卡在兔笼以及其他的提手上面，实现连接设备的多方位的调度。那说到 F22 冷靴转换头，还有一个挺奇怪的地方，就是其他的冷靴呢，基本上它都能适配，但是我测试了一个幽蓝子自己家出的蜗牛云台，却意外的无法卡入。那这个操作就非常的迷惑了。有这种 U150 云台的同学们还请稍微的注意一下啊。那位于手柄后方的母头位置呢，还可以卡入 F22 的快装板，比如加装了快装板的 GoPro， 只要拧紧安装上去还是非常的牢固的。上提手柄前后两个方向均可以安装在兔笼的顶部，同样也能安装在兔笼的侧面，实现竖拍和提壶模式的拍摄。那头部顶端的位置呢，可以滑入 F22 系统的母头设备，比如说小型的云台等等装置。那刚拿到手柄的时候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的，为什么上提的横杆也能拆卸下来。直到后来我试了试，发现它是可以重新组装起来的，接入到兔笼的侧面或者底部，便能够满足 vlog 拍摄的自拍的需求。哎，设计师的这个脑洞真的是可以啊。那以上主设备都已经说完了，接下来再说一说其他的零散配件吧。快装云台可以分为三种啊，两个蜗牛云台和一个球形云台。球形云台比较好说，就是头部集成了 F22 快装系统的卡座，底部呢是个1/4的螺丝接口。我觉得最没意义的 F22 生态就是这个了，那我并不推荐大家购买。那两个蜗牛云台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先说第一个啊，底部传统的冷靴接口，这个不仅能和 F22 系统完美的融合，更能够搭配在其他的兔笼上或者设备上进行使用。第二一个呢，就是上下都有 F22 母扣的蜗牛云台，可以很好的兼容侧手柄、上提手柄，并且滑入兔笼的侧边栏，还能实现多种形态的变化。缺点就是如果单独购买的话，无法跟其他的兔笼无缝的搭配，还需要购买一个快装元件。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搭配了 F22 系统的快手，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不在这儿多介绍了。那如果你以为这就完了，你实在太小瞧幽兰子的野心了。他们还出了一套啊，他们还出了一堆 F22 的快装元件，可以适配到其他的兔龙和设备上，将其他品牌的设备改造成为适应 F22 的宿主，一旦配齐，威力就发挥出来了。比如原来你想把监视器从手提切换到稳定器上，做法呢就是先拧蜗牛云台，然后再拧到监视器上，而有了 F22 配套的系统，只需要连同蜗牛云台一起拆卸下来，再滑入卡扣，立刻就可以完成切换了，省时又省力。又或者您先前是手持拍摄，现在想上稳定器了，按动两个钮可以快速的去除一切的附件，轻松上阵，这就是快装生态的好处。优点说了很多，那咱们来聊聊缺点吧。首先，所有的释放按钮都没有锁死键。那我理解啊，在这么小的这个结构里边，要想再添加一个锁死的弹簧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呢，如果用户一旦误触了，解锁之后这个设备摔下来了，想必会引起不小的风波。其次，在滑入的时候，有的是单向沿箭头滑入的，有的则是双向都可以滑入的。这个跟设计结构有关，它的确很难改，但是对于我这样的用户体验上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好。最后，现在的兔龙只有通用型的适配，感觉是为了适配更多的型号做了太多的妥协，导致于体验感其实并不好。所以我的购买建议是兔龙大家可以酌情考虑，那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推荐。上手提是真的好用，建议大家都入手一个。侧手柄呢，就看个人的喜好了，我一般用的不是特别多。另外就是建议多买几个这种的快装元件，可以搭配现有的兔龙使用，其他的配件各位随意了。坦诚的讲，真正影视级的应用可能还会更多的倾向于选择铁头这种老牌的专业厂商，而幽兰子的兔龙快装生态呢，目标就是为了瞄准更广阔的消费级市场，并且他们做足了功夫。普通用户痛点主要集中在快速的拆装配件、多设备的快速切换上面，而这些痛点呢 ，F22 快装生态几乎全部解决了，并且一贯以模仿为主的幽兰子，算是在兔龙的消费市场里面开创了一套由国人主导的全新的专利技术。要是能在兔龙上进行改善，针对每一个机型都推出更好的适配版本，我乐意称之为现役最强消费级快装兔龙生态。如果您觉得还不错，还请转发给您的朋友。那如果您觉得对您有所帮助，还麻烦您给点个赞。如果有什么问题，还请您在视频下方留言。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见。B 站好久没抽奖了，要不然最近抽一回，关注我动态哦。